行的时候，当练习生的时候呢，我就想说，哎，用我的本名就好了吧，本名就也蛮好记的、啊，叫陈怡瑞，就陈怡瑞，怡瑞，对，结果没想到那时候就是也没什么工作，然后也没有人记得我，一直到我加入那个啦啦队的时候，然后大家就是要选那种比较可爱的名字当艺名，好记吧，可爱。对，然后我就一直想不出要取什么绰号，对，所以呢，我就自己取了一个英式我本名的伊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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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英文名字 Yuri， 伊瑞伊瑞伊瑞 Yuri， 来来来，你们两位怎么看？你怎么后来变成 Yuri 以后有没有一切变？工作呢蛮好叫的、啊、因为音节比较短，所以其实也比较好记，对，然后因为换了这个名字之后呢，大家好像觉得我比较可爱。觉得会有多少人认识你？我不知道，哎、欸、我觉得应该第一次听 Yuri 的话会不知道在讲什么，是，然后如果硬是说哎、欸、他是啦啦队啊、哦、然后可能联想，因为你的作品也就只有啦啦队啊。我其实有在演戏，我是个演员。你有在演戏？哪？对，我有演那个恋爱 ING， 那露露姐还有包场。哦，可以演 ING 哦。对啊，是你啊，就你打那个小刀那个嘛。对啊，就是你啊。我没有看到，人家还要说啊，就是你啊。我看了这个戏，还要说就是你啊。然后呢？真的真的。然后他来我们节目里面，就站在我旁边站那么久。哎，你距离离我那么近。就录了一整天，结果我们去到外景的时候才认出来是他。对，那这怎么办？观众的更是怎么办？只是一点点看到而已嘛，对不对？太难接受。来，我们不用预测了，直接来看街头访问 Yuri， 人家认识你吗？好恐怖啊！那个那天棒球队啦啦队，但是叫什么名字不知道，又没看棒球。应该是啦啦队吧，啦啦队的。我也不知道他名字，都穿啦啦，因为啦啦太多了，所以漂亮，但是没有记忆点，不知道他是谁，真的很抱歉。是差底酱，他是叫麦当劳吗？这个叫麦当劳太好了，因为他很做自己，然后就是比一个爱心这样子。这个应该是帅气女孩吧，但是我只知道脸蛋。印象中好像也是叠字，哎，就是演员吗？有在悠悠台看过，应该是什么黄国姐姐之类的吧。这个应该是君君嘛，就是啦啦队那个队长，还是小象？这哎，你知道你们都在看棒球？就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Ivy 吗 ？Ivy 啊，还有。哎，有没有看到？蛮乱的啦，他们蛮乱。但是呢，网络上的评语很多，大家对于这一个艺人，你觉得他是怎么样？来，我们看看他的黑函好吗？哇塞，哇，很多耶。很多，刚刚1021个人当中，只有96个人能够叫出他的艺名。对，没印象。职棒啦啦队太多人了，观众容易眼盲。对，啦啦队我只知道林丹跟以轩、倪轩、庭轩、轩轩、轩轩，啦啦队艺名都太像了，不好记。左右旁边有轩呢，有看棒球的几乎都知道你吧？但为什么要去乐天 QQ？ 他可能是别的球迷啊，别的球迷，别的球迷，然后建议换个球团可能会比较红。乐天现在抢眼的妹太多了。来，专家分析一下不红的原因。说实在，这个名字呢真的很难记，很难记。哪一个？怡瑞，怡瑞吗？还是这个字很生？因为你用自己的名字的谐音取的英文名字，通常都不是我们叫的什么什么。Mary 啊，或者是什么的，对不对？就是一个生字，然后就觉得，啊，不会念，跳过。哦，啊，跨门啦，会这样子被跳过。会这样，詹老师，今天是好好来命名了，不能开玩笑，好不好哈？对，拜托老师。最近风头很紧，好不好？前一阵跌倒过一次，好不好？是是。我想要一个真正的名字。好做人。那你也不要太为难他哈，他等下帮你取的名字可能会更坏，也不一定哈。那他毕竟是经纪人嘛。没有没有。那你本身生肖应该是属猪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对对。那宜是不是一个心？心台宜。对，那心就是火，又是肉，猪不吃肉，一肚子火。所以你看起来是微笑，你脾气有时候压抑的很严重，因为你需要有贵人，对，你要有个猪，要有窝，哦，所以你名字一定要有人跟窝，好，所以我把你改叫做以瑞，哎，陈以瑞，好正常哦，正常，以中带一个人，贵人缘旺，用了这名字不一定会大红，但是会比现在红。
巧，我觉得陈巧瑞，巧瑞啊，你啊，真的巧瑞，天的瑞啊。但是陈巧瑞就感觉不太艺名哎，巧带一个土，水土克，弓形为蛇，猪蛇对冲，冲啊！不要用，不要用，你不要攻击，没有没有，我是大兄，马上被跟你讲，不要用那个年纪，好吧？马上被分手，而且被团队踢走。OK， 起人家干嘛？好 ，OK， 那没关系，他没有恶意，他没有恶意。陈尔东，哎，东陈对。是耳东城，陈耳东，国际耶，你的春天亲切，就是在冬天会来，而且人家一见面就叫你的小名东东，因为你名字里面有个东，吃饭睡觉打东东，来带着东东东，陈耳东，耳东城，好吧，冬去，大约在冬季，好吧，宪哥名字中了啦，中了，不得了，中了，对呀，谢谢宪哥。而且你知道，因为我以前在这个中国大陆有跟一个女生对过一个戏，周冬雨。哦，厉害厉害，所以我就爱上了冬这个字，它有一种浪漫的感觉。冬冬冬，好吧，这名字也有一点男生，你还蛮男生的。OK， 周冬雨，真的冬会被人家爱上，真的可以。对对对，好，那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棒。